跟我们说今年打算要降2到3次息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哎，今年要降息了，那赶紧把房买了呀，先趁着高利率，说这个价格还没有涨上来这么多，然后呢先买了房，对吧？到时候等利息降了再去 refinance， 再锁定一个比较低的利率，不是挺完美的一件事情吗？结果没想到一下子蜂拥的，真的是特别夸张。今年一开年的时候，大家就好像这个房子不要钱一样的，一出来一个房子，只要是没什么毛病那种房子，就20几个 offer 30几个 offer。 我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傻眼了，我说天啊，什么情况，为什么大家一下子就全部出来了？后来呢，我就想了一下，我之前不是还出了个视频吗，我说造成今年一下子一开年这个房地产这么火爆的原因主要有3个，大家有看我的视频，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哈。第一个原因呢，你就是去年积压的这些情绪还有积压的这些需求没被释放出来，今年一下释放出来了。第二个就是湾区啊，现在就是因为股票跟房价是正相关的关系，房价是跟着股票走的，所以股票这个市场一起来，房市肯定就起来了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因为春天的时候本身就是买卖房子的旺季，你春天不买什么时候买房？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这个活跃起来了，过完了这个圣诞节，过完了感恩节，春天该干嘛？就应该是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该干嘛？就是买新的房子，所以卖家呢更愿意把房子挂上牌，买家呢有更多的房源选择，所以这个交易量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像我今年一下子签了6单，签了6单的这个卖房的合同，所以就是我现在手上有很多房源啊，大家都找我卖房子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时间点呢，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不错，那可能想换房的、想卖房的，我还有手上还有投资人，他们想把这个房子卖掉之后做103 exchange， 投资到别的地方去。今年市场普遍比去年要好啊，因为去年那个时候你想想啊，一下子利息从3%一下跳到6点几，那谁能受得了？那大家都那么低息的环境，一下子那个每个月的这个支付一下要涨了1倍，所以很多人去年他们都是观望的程度，甚至去年你想买，很多人都觉得说再看一看，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。所以你像去年结婚的、生小孩的，然后要买学区房的，那些都没买。还有一部分人呢，是去年想买来着，但是去年因为这库存太小了，大家在市场上能够找到满意的房子的这种数量很少啊。因为去年很多人不拿出来卖啊，就觉得市场不好嘛，卖不出好价格。而且前两年因为你锁定了那么低的利息，随舍得卖啊。我有很多去年就说他们想卖来着，但是可能也不想卖，因为这个卖的价格也不好，另外也不舍得。然后今年的话呢，因为一下子，因为你这个去年12月份美联储这个降息的信号就发出来了嘛，说今年降2次息，所以啊，这个买房跟卖房的时间点，还有中间很多技巧，怎么办，应该怎么做，我这边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啊，所以你找我呢，一定是没错的，因为我可以根据你的个人情况，把你整体的这个规划一下，框架一下，包括你整个家庭的投资建议啊，还有你应该是先买后卖，是先卖后买，特别是今年想要抓住这个好市场来挂牌上市的朋友们，我这个记录还一直没有被打破呢，凡是找我卖房的，全部顺利卖掉了，是100%的成功率，并且我有很多的卖家都根本就没管过，就直接找我们团队代理，然后就成功卖掉上市了。卖家只做2件事情，就知道吗？第一个是签约，第二个是签那个最后的卖房文件，就这两个事情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给钥匙，把钥匙给到我们，他就不用管了，然后房子我们就全部帮他搞定。那这个就是专业的经纪人的能力，